也就是说，掏腰包早就在打算着把这个房产独吞。我把你当好朋友、好同学。这十年来，我一直是你的工具人。你在这儿享有这个山间民宿，你只负担每个月50块钱，而我在柬埔寨风餐露宿。我在这过得也不好呀，每年我要出12000。我都没有夜生活呀，我每天晚上都是连灯都不能开呀。来来来来来。